这是一段苦难而又辉煌的历史，这是一个伟大与罪恶并存的人。他短暂的人生，匆匆而逝的王朝，如此生动而不可思议，如此辉煌而又伤痕累累。陛下又要考小臣，臣实在是宇文寿，依你的智慧，龙为天子，又为发水之物。哦，陛下莫不是？莫不是什么？还记得玉梁关闯朝一事，陛下询问自然漕运和陆运的近况时，陛下的神态，陛下的神态是小臣有一种预感。哦，皇上是要开一条大河。宇文硕，你真是我的肚里的虫。不错，朕不仅要开河，还要迁都。长安不是久留之地，无论军事还是经济，只有洛阳才是中府之地，天下之都。陛下，这怎么？你不赞成？啊，不不不不，陛下，臣只是被皇上吓着了。吓着了？此话怎讲？陛下，如此两则重大举措，你是何时运筹帷幄的呀？想知道吗？早在娘肚子里。陛下，陛下，小臣一向为陛下的宏图远略所折服，不过如此亘古未兴之意还要稳步而进呢。稳步而进？宇文硕，你让朕也学先皇吗？小臣忧虑这新皇伊始如同根基未深，顷刻颠覆，轻而易举啊，使之教训不可不防啊。杨勇的几个儿子都出逃了，斩草必要除根，否则后患无穷啊。汉王起兵逆反不正说明这一点吗？六郡王出逃，一群毛孩子。至于汉王，其实朕担心的倒不是这个，朕担心的倒是朝中的两位大臣。陛下是指宇文将军？宇文将军因为有一武林高手相救，刺杀成宁王魏成。啊！一群废物，一群废物，滚！宇文硕，你又是先斩未奏。陛下，那些不知名的武林高手，不值得小臣这样做吗？切不可小看这些毛孩子，他们的后面可能是千军万马呀。陛下，陛下，娘娘请陛下去永安宫赏宝。不去。回来。去永安宫。备驾永安宫。恭请陛下圣安。平身，娘娘有何宝物可看？陛下，陛下，快随臣妾来。娘娘，莫非是仙女散落人间？阿华，是娘娘把臣妾接回来的。啊，快去谢谢娘娘。嗯，
谢娘娘大恩。你应该谢的是皇上。陛下，臣妾告退了。啊，平身。你，陛下，小臣还在琢磨您方才的话，琢磨出味儿来了。小臣正要讨教，这两位大臣，一是苏威，一是杨素，均是朝中副宰，各掌生杀大权。苏威此次试任，臣令朕失望，就为朕没让他草拟法规，他竟又写了辞官奏折。若不是朕识大体，恐怕他早就回那个小山坳孤芳自赏去了。而杨素虽曾拥立有功，但那是出于无奈，顺水推舟，非真心待朕。自朕登基，越发骄狂不可一世，如此下去会离间人心，与朝廷不利呀。是啊，这也是臣忧虑之处啊。朕思考多日，决定重新启用一人。此人秉廉亲政，谦和大度，又有总揽全局之大风。先皇在世，他曾举贤多人，苏威不也是他举荐而仕的吗？有他在，杨素、苏威自会收敛。陛下，陛下是指被罢黜的高炯？正是。陛下，高炯曾是杨勇的太师和谋士，东宫之变，他曾为杨勇鸣不平而遭罢贬啊。那是先皇的事，与朕无关。敢于启用被罢黜之人高炯，非朕莫属。用此豁达之举，以示朝廷百官，对朕大有利呀。到那时，高炯、杨素、苏威他们之间互相遏制，朕可就省心多了。小陈兵，俗话说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。陛下之言，小陈顿开茅塞，佩服佩服。不过为了缓和朕和杨素之间的矛盾，还需移花接木，让他们以己之矛攻己之盾。哦，臣自有办法，臣去办。我们谈棋去。好棋呀，好棋呀，还不错。诸位大人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这是我刚从岭南运来的菠萝，请诸位大人尝尝吧。好，请请请。这么说，普业公是专门请我们来品尝鲜货了。有一件大事想与诸位大人商量商量了。哦，老仆爷，何事这么客气啊？重新试任，此举老臣不知是对还是错呀。新皇大有不畏虎之势啊，老臣虽然是常常忧虑，不过皇天有令，老臣也只好唯命是从啊。大人还是在耿耿于怀鸿鹄之说，还是？宇文大人，老臣虽老但不朽，燕雀也好，鸿鹄也好，只要百姓受益。哦，哎呀，看来苏大人那一盘棋子儿算是白白的扔在地上了。叫内侍，今天为何如此尖刻？哪里哪里，老仆爷，你还不知道我那点毛病，有嘴无心，该打该打。兄弟，我一向佩服老纳言心直口快，直言敢谏。就说那天吧，说着说着就去宫里找皇上去了。看来老臣这个老毛病怕是改不掉了。兄弟佩服，兄弟佩服。焦内侍，你好了好了，焦大人，还是听苏大人说正经事吧。
其实我不说，诸位大人也看得出来，杨素是越来越不像话，朝中之事他是一手遮天呐。他是先朝老臣，主要拥立有功，所以才敢目中无人呐。是啊，这一阵连连晋升，签尚书令不说，又改封楚公，赠光禄大夫，还有太尉，就连皇上也惧他三分。府爷的意思是，有一人可与他抗衡。哦，此人秉政清廉，直言敢谏，而且又是先朝老臣，屡建奇功，也曾有恩于我们老臣呐。哦，你是说高炯大人？正是，这样一来，朝野之事就不会让杨素一人称霸。有道理啊。诸位大人，我请诸位来就是要写个联名进表启奏皇上。行啊，苏大人就赶紧草拟吧。大人们，等等，诸位大人，请容小臣再琢磨琢磨。小臣家里有事儿，恕不奉陪了啊，恕不奉陪。许国公，许国公，哦，焦内侍，是小臣，是小臣。许国公竟有如此闲暇，许国公且慢。小臣方才忘记告诉大人，苏普业还在宫里。哦，还在宫里。小臣也是刚刚真是老天有眼，不该我焦五行倒霉。诸位大人，歇好了，来，请。诸位大人，诸位大人，快，快给我的名字也添上。对。王室少虎请饮阅兵，妾有执酒佳肴，陛下即赐，又重以阅，感辞。胜饮不胜者，请奏离首。
请。是。西域人叩见陛下。平身，谢陛下。陛下德高尧舜，倒卖汤禹，西域人久慕陛下圣恩，特遣微臣敬上一尊圣莲。圣莲是西域人心目中的神灵，他会给陛下带来美好和吉祥。这是什么？嗨！嗨！西域人耶路提叩见皇帝陛下，真是奇宝！哦，你看看，奇宝！哦，西域图啊。都说玉作棋盘色而不华，朕看非也。久闻陛下棋艺非凡，乔臣今天是略有领教啊。西域图大开朕的眼界，西域诸国想与中国交涉，依朕看这是个好事。若将中国的绫罗绸缎换得奇珍异宝，岂不对我大隋有利呀？就是怕几个老臣出来阻拦呐。哼，这些人就是欺负新皇上任，以为朕治国无方，那朕就做给他们看看。陛下，新皇即任，采雍园，定进士科，收整图籍，建书库，宫内的楼亭殿宇还要重新修缮，更换鱼符卢布，这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已经是触目惊心呐。先要交市，况且陛下还有两个经世之举正在运筹之中啊。哎，一贯依先朝旧制循序而行的朝臣，长期以来拥戴不前，突然改变过去的一切，依臣看还需要给他们喘息之机呀。否则，如果一个君王做事总是瞻前顾后，裹足不前，还建什么功立什么业？陛下，若徭役太重，百姓会吃不消的呀。难道朕做的一切就不是为了百姓？陛下既要交涉，也要安抚几个持有异议的老臣，依臣看这也不难办。臣去办。
汉王成了阶下囚，高兴了是吧？你们高兴了是吧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吃！杨素，你这个狗官，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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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杨素他住杨广，杀兄弑父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还有你，你们，就是到临漕地府，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听说你一向自视清高，好施为友。哼，怎么，怎么也当起父子兵来了？殿下，人心莫测，祸福旦夕。殿下所说的，我听不明白，臣也不想明白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也会成为阶下囚。不过，到那时，我会比殿下更洒脱些。咦，啊，好一个血色黄昏呐！驾，哎，请问此座山为何名啊？啊？我们抬起头来。你。你们没有看见这是平叛大军的宿营地吗？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驾，驾！老兄风尘仆仆从张掖赶来，不知有何要事啊？老弟，愚兄可是奉皇命而来呀。啊啊，请哟，穆大人，哎呦，焦大人，哎呀，哎呀，请请请，请请请，哟，啊，狗公公满面春风，定有喜事与小弟相报啊！喜事喜事，都是人家的喜事儿。哎，同是拥立有功吧。段达就得了个中门使，可我狗德呢，还是个奴才。公公来府是，焦大人，你福星高照了。臣自张掖而来，远道上书，是为焦氏。中国地域辽阔，物产丰富，绫罗绸缎应有尽有。以期兑换可谓大利，互交互往则情谊必合，情谊合边境自然无烽火之虑。陛下，这样不仅闲话近邻诸藩，就是海外诸国也会纷纷而来，其功可跨三皇五帝为古今所没有的盛世啊。真看不出焦大人会如此的大实大略。对了，西域诸国无不尽我中国之威，所以年年纳贡，岁岁来朝。如今又献西域图与中国交涉，是仰大隋之盛名，若拒而不从，有负诸国厚望。
不过，万一诸国以开市为由，另有企图。陛下，以中国之富强，兵强马壮，即使另有企图也不足为虑。只要遣一个重臣。哦，是个好主意。焦大人，你是内官，不懂边塞之事，你会妄言误国的。陛下，请审慎明断了。陛下，臣以为西域开市不过是换取珠玉珍宝之物，寒不必提，机不可食，是些无用之物。张掖乃边防重地，开市会引狼入室的。倘若一旦有变，为祸甚大。再则外藩来贡，驿站供给也会加重百姓的负担。高普业官复原职，却有些缩手缩脚了啊！陛下，高普业的担忧不无几分道理，但依臣之见，以布帛换取的恰恰是无价之宝，其利百倍啊！若为珠玉无用，那么金钱呢？金钱一不能吃，二不能穿，也可谓无用了。臣以为，自古君王，据以臣待人，外藩与大隋不可以夷相待。若说驿站供给是劳民伤财的话，那么触怒外夷，兴师动兵，可就是更大的劳命伤财了。焦大人，你是内侍舍人，不懂用兵，兵法之事不准议论。陛下，这……陛下，中国虽为丝绸布帛之盛，然而天下百姓仍有无数衣不蔽体之人。珠玉珍宝虽好，也乃宫中玩赏之物。望陛下以天下百姓为重，致富于民。关于焦氏，朕另有论处，望诸臣不必多虑。是陛下。将军凯旋。皇上，不好了，皇上。什么？皇上，太尉公正在店里骂人呢，他说。火气不小啊，太文公何时骂人呢？听说陛下
不过群臣反对，竟一意孤行，非要西域开市。啊，就为这个呀？西域开市有何不好？臣以为有五点不好。住口！太尉公，还是把你真实的想法给我说出来吧。不错，皇上，高炯为何官复原职？这是朕的事，下臣无权过问。杨素，你不要自持有功就毫无君臣之礼。如今朕是皇帝，不是你。皇帝就可以肆意妄为？哈哈哈哈，好啊，你竟敢妄言谤君。朕曾念手足之情放你出狱，不想却放虎归山，恩将仇报。杨广，你有资格和我说这种话？杀父弑兄，阴谋篡位，如今却来大谈手足之情。杨广，我今天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放给我！干什么？放给我！退下。杨亮，我听说最近你的剑术大涨。嗯，你别再逼我了，知道吗？你们是要杀我吗？来呀，来呀，杀我！朕的亲弟弟，你以前就不是我的对手，你相信吗？我可以随时杀了你。杨广，告诉你，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你。来，你杀我，你不是一时就想杀我吗？你今天终于可以尝试一下亲手杀死同胞兄弟的滋味了。杨广，我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很快我就要见到永哥父皇了。想死没那么容易。皇上有旨，今日演武要箭射火把，不得有违。走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！说废话，走，快点！
旨。奴才在。传密旨，不许伤汉王。是。小子，奉旨射，来呀，快射呀！啊哈哈哈哈！传令，吴仲靶的武将，每人军棍50。皇上有旨，吴仲靶的武将，每人军棍50。传贺若弼。臣叩见陛下。贺若弼，贺爱卿，你来射。臣领旨。贺若弼，给我压下去。是。臣杨素请射。太尉公可免劳？臣请准奏。准奏。陛下，臣献丑了。看来太尉公老而不朽，俗而不庸啊。哼，看赏。
谢陛下。圣旨，皇帝诏曰：着内史舍人交五行，专主西域开市，缓进柔远，务要宣扬德化。杨广要卸磨杀驴了。哥哥，我真为你担心呢。如今杨广是皇上，你可再不能做悖逆之事了。让我学你？哼，同样拥立有功，可你看看他，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放在眼里又能怎么样？脑袋不搬家就行了。杨广倒是个肯花大价钱的人呐。哎，的确价值连城呢。当初拥立父亲大人、叔父大人两肋相助，不想却引狼入室。他一意孤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看来杨广是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之人。其实西域交市不见得是坏事，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嘛。依我所见，敢作敢为，这远比昏庸无为的人好得多。蒋干，你竟会有如此议论？开不开市我并不在意，难道你没有看出他对我是恩将仇报？全敢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全敢，你这种不通流俗的劲儿到底像谁呀？你还是我的儿子吗？你生性爱舞文弄墨，又是外官，根本就不懂朝廷之事。你是